彼得同农民天垂收六竹笋，新竹县宝山乡公所同农会合作，今明年的宝叶水库笋盼来六竹笋的赞助费，想一道外地的民众去到宝山来买肉。不过，没有农民建议，还讲自家彼得都是方摆摊的来买，可能生意会行较好。对亚乡公所讲，很快会再过来规划发土，而来增加六竹笋的销售管道。唐登山口小朋友拿登岩壁下山，也是宝山乡公所第六座村赞助费用安排的下山必须。小朋友同用心留步一水库的风景拍下来，还阁有一道家长喺伫摊顶头前买六座村。今天带小朋友来写生，然后顺便这边是农产品绿竹笋的季节，然后来水库风光走一走，然后顺便带一些竹笋回去。提水库顺风攀赞助费，每上一栋外天年去到宝山买多做笋，安尼农民就加同油顺利合作。不过政府同范围降低强度来攀，还阁有停车一段问题。故所有农民建议，做买物直接到都市都方实摊里来买咯。展售会是在竹北嘛？哦，这比较好。它里面的上班的人和外面的人，它竹北没有那么多有竹笋的，它就比较会多人买。你也是外国人来买。本地因是做啥子以外，要发动盘的之后呢，系你会再次来检讨了件事情，系咩物件个发动，系你也多方便的来盘的，除了本地以外，也咱人来重视其他都市都，系你所有个消费者个想法哦，了点个时间，向工作的场地会全面来协助。赞助费用除了多做做以外，还够有彩贴农地产品。没有新出名，手工做点心一道，安尼发通就很难丰富。乡公所鼓励后生人转到家乡来种稻作笋，将会带动产业农业发展，还可进一步增加产量同产值。下个新闻网友新竹报道。